了一片木头给我们，那我们就拿到木头戴手里，当时说这怎么雕的？以前我们是画出来，这个雕出来，感觉怎么？那我们肯定比智能的人，我们是必须画出来一块木头，我们把它画一个大概的轮廓，肯定你智能的人你就想到就画出来啊，画出一个造型，那怎么下手又不知道。这个就坐在这里，这个，当时就搞了几把刀的，慢慢敲，按到轮廓敲敲，就敲到一个，就一个轮廓出来。他这有点感觉，边做就有点灵感。哎呀，这做的这个有点造型出来了。他这个立体的东西啊，它是有凹凸。你像我们做手艺的人，如果你真正是一直没饭吃，就要改行，你知道吧？不改行就饿死了。所以说你从事这个行业也必须要养活自己啊。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工艺品要去尝试，雕的大大小小的。它工艺品吧又没有那么严格的那个要求。对，你说这个颜色一定要红的，我工艺品我就有些东西稍微调整一下。对，有些脸上的造型啊，我就带夸张一点。有可能是挪舞里面不能这么夸张，一夸张了也不太像。对，这个创新，这个不是空中楼阁。坐下。创新是要有老有你有要要比较扎实的那个功底，知道吧？美好的那个。只有把传统的东西你懂了以后，你才可以去变。嗯。你传统都没学好就去乱变，你就脱离了这个挪舞里面的精髓。你就空洞楼阁，人家说你的那个传统的韵味底子在哪里？是吧？你像我们有很多领域也是这样，你把传统实打实的东西你要学扎实来，书法家一样，郑恺的要懂不好，然后是行书行讨狂讨，乱七八糟。到时候就龙飞凤舞，感觉那你就有功底啊。其实写狂岛字的人，书法就功底要很好的人才能够写，对，不是乱涂乱画。像我们做这个也是一样，你对传统的东西一定要懂了，懂了扎实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基本功，然后我们就创作东西，这就有像我们建房子打基础打牢了以后，越到上面叠得越高。不会倒掉，是一样的。对对。为什么要去改变尝试新的东西？也有两种。实打实的说，我们也要经济上也要考虑。我们要做的东西如何让大家要喜欢呢？在五颜六色的面具挂在人家家里，都是很多人还是会忌讳的。就是专家学者喜欢这些彩色的，来我这里很多都是专家学者研究这一方面。哎呀，我就是要这个跳楼的，很多人都说我喜欢这个工艺品。哎呀，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木头这么漂亮啊！哎呀，喜欢我要请一个，是吧？是这样的情况。就要去放到那个跳楼。专家学者还是更少，这个普通老百姓是更多。嗯，真正要生，还是要说像我们这个底层的人呢，赚钱赚老百姓。专家学者的几个人，那太少了。是是。对这些东西，我们肯定要去了解了。嗯嗯。因为西方的东西跟东方的东西，它的相似的地方在哪里？它的有些区别在哪里？你像西方，你古罗马这些人，为什么他雕的那么？他以前他。西方人做东西啊，他就是一根筋，一根筋是为什么？他就用人做模特，他以前的那个大理石做的雕的人物、人体这些东西是那个比例肯定是很厉害。你像那个维纳斯断臂的维纳斯，那个时候他知道一个，那个手要搞断了更好看。连那些雕塑家去接了好多手都接，都是著名雕塑家把维纳斯的手要接起来的，接过去。从艺术的角度上，接起来的时候没有这个断臂的有味道，无论怎样接都感觉到不是这个韵味。我们的古代的人呢，我们的古人雕东西呢，
他就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，一个是人有等级，你像那个石窟里面的造像，它组合的样子哦，特别大，那个仆人就雕的那么小的比例在那里。对对，他西方人他就不太会这样搞，只有我们东方会这样搞，知道为什么呢？他就认为你职位大的要雕大一点，职位卑小的人，你就人也雕的形象也要卑小，又等级很严，所以有些就不十分照顾那个比例。